接下来关心最上强的消息。水头社区发展营造才刚开始试动，起步虽然较慢，但是试动来努力，增建社区活动中心，成为社区活动据点。理事长邱英和真爱家乡，向卫福部争取经费，设立全新的厨房，将要在三月之间启用四据点，照顾时代用餐，甲丰富文化生活。水上乡水头村是由五德卡和水头村的合并，今年就水上街的边，五德卡是务农，水头村的人是做生意，社区的开发是非常的早，今年来才开始就社区营造的发展。理事长柯英和表示，水头社区发展营造才开始四年，起步虽然慢，但是四年来努力增建社区活动中心，成为社区活动的据点。我嘛感谢咱的政府机关咯，卫福部吼，当达成我一个心愿啦吼。我一直感觉讲，我退休了是正义大汉的囡仔，正义时代，我拢感觉讲吼，较无人照顾，因一时间出外国啦，所以我争取设备。所以吼，自叮当，舞这个活动中心，舞得几当的啦，终于完成了吼。所以在今年的三月就当实现我的愿望，哦，当然咱这个社区，老人啊，叫我做伙，咱目前咱的老人要用餐呢，估计差不多有五十个。社区活动中心有着省电的电风以及电视，上重要是厨房设备也准备好了。因为吼，我感觉伊灶卡无够好用，边有一间储藏室，所以我建议这顶头嘛吼，这就是乡长这边哦，就这间灶卡拍开，变成这间目前有差不多有六七百左右啦，做一个灶卡哦，这卫生设备哦，做好些，做现代化呀。嘛，感觉讲以后要用餐哦。看起来感觉足舒服的。水头社区环境非常清气，曾经获得全县清洁竞赛的第二名。社区道路边仔的脏乱点，在大家齐心整理下，变成一个清气的小花园。咱社区营造就是要啊，咱这个社区更加愈好吼，咱大个都愈好。进入到社区，会用发现到清气感，才有真济人文。包括着三省尊龙宫的福安宫以及临水古厝出议员。最新新闻，蔡明东最想向彩虹报道。报告记者联系，目前正由汉翔公司跟踪人员积极的飞视以及分析数据。因为这样的一个无人机产业啊，不只是国防的，它还涉及到民间，所以它可以带动所有这边产业聚落的发展，会变成未来嘉义的亮点产业。那我想，这个才是整个嘉义跟其他县市可以发展出不同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路线。我们一线长期以来支援台湾的粮食生产，让我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也非常高兴看到我们嘉义县有一个新的发展，也就是将未来世代最重要的产业能够在这里落脚，在这里生根。